好了，起床了。什么？还要再睡十分钟？你不是已经睡了十分钟了吗？起来了，早饭都做好了，走吧。女人，满意你所看到的吗？我现在给你三分钟，你马上收拾得漂漂亮亮的站在我的面前，你没有资格拒绝我，听到了吗，女人？嗯？喂喂喂，你是优酷最尊贵的 VIP 哈、哦，那你为什么还不起床？别看你长得这么尊贵，这么漂亮，这么雍容华贵，那你还是要起床啊！如果你再不起床的话，我就给你做爱心早餐咯，我就给你做手磨咖啡哦，我逼你起床好不好？快起床！为什么不开门？就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妈妈没回来，妈妈没回来，妈妈不在家。我的啊，左手把左手拿出来，没肘。这个是哎，能动吗？但跳不到最高点，为啥？因为神经损伤了。你输，你赢了，给我二十万。那个刘大叔，不要玩手机，刘大叔，我把他干时间。好，来。你飞进来高铁？飞什么几条什么铁？我坐车。来，准备。好吧，这边好。等我，对，等会儿啊。所以你是哪位？二八。你碰到了。二八。一万，太陡了，真行啊，真行啊！没压了，四万，就两次，就是为什么你要不停的？哎，你好，哦，木子老师，我是。收到。有人从镜头前过的吗？看不见的采访吗？这是我们两个采访，我刚才已经参与了。那个我继续说啊，刚刚说了啥问题啊？说有口音嘛，但是剧本上没写他是什么口音，然后我就说你前面说上海话，因为他是上海人嘛，后边说一会儿你采访你等着，一会儿我不走了，我就等你采访。没有，因为空间比较小，所以就没开始开后边是没有空间吗？这么大，这么没有不能走吗？那边是没事，过吧那个问题。你怎么了？工作不开心吗？要不你回去休息一天吧，工资我照发。我觉得是一个科幻老板的形象，但是他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出现这样的老板。肯定不是啊，这是会把自己的公积金给别人用的那种。每天交房租吧，没事，先用我的公积金。走吧，去人事办手续。走啊，来嘛，走。Hello， 来呀，这个太恶心了。这个拿走。这是啥呀？这个是飞往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机票了，你去度假。你看什么看啊？我要熬夜帮你改方案了啦。差异非常大，非常大。有的时候在那种就是比较那个紧张的工作场景中，可能会要求高一些，但其实像私底下都很好，我们都是互相开玩笑的那种的啊。市长，对，我是刘总的儿子浩浩。哦，这是我的儿子浩浩。哎，市长好，我是那个刘总的同事，郎奇。什么玩意儿？是不是有点狼哥那味儿了？不是，你要这么演，我就改一句，就不是学习不好。旁边，这是我的浩浩。就是旁边老师，你看出来。我的员工们想怎么宠就怎么宠。小笨蛋，认清你自己的身份，你有什么资格拒绝我？不打，本色出演。平时的话就是公司比较多，而且就是产业比较大，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是演霸总。可以是可以，但是就是说能不能就是说比如说节目组或者公司这边考虑到我的一些实际情况，因为兜里边确实没钱，要是以后让我再演这样的角色的话，可以先给我转个500万，让我体会一下是什么感觉，然后再来，这样的话可能会演得更加的精彩。
好，我们反馈一下好吗？好，您的，好的，申请一下。OK。我问你瞅啥？苍天呐，机船重新运转了。三年，整整三年，你知道这三年我是怎么过的吗？我第一次来这个咱们的这个节目，今天合作的演员老师都是第一次见，但是他们的作品我都看过，像汤宇哲老师，然后像宋木子老师，包括大苏老师，我都看过他们的作品。包括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我就是来追星来了。你看。这件衣服就是我当年演东北插班生的时候从剧组拿出来我的校服，然后我们东北插班生的服装老师跟我们说，他这件衣服是从中级一班的那个服装组借过来的。所以说我就是特意穿这衣服过来追星来的嘛。看过宋木子老师演的戏觉得挺有意思的，他有他独特的风格，他的那个就是这个叫圈弧啊，留的跟陈道明一样那种圈弧，跟我爸也一样。其实很多的有时候嘉宾来呢，他可能有的时候他会有担心，他会不适应，你知道吧？他怕一下融不进来，很多人有这个。但是今天我是怕我来了，来你们融不下我。我很担心啊，担心什么？担心我以后演不了了，你这边把我活抢了的。你担心的太多了。你要来的话，留到手上，他让他先别来了。但真的今天加了很多这种即兴的东西，都是非常好的。在现场怎么说呢，还是特别感谢你过来帮不哥们，我感谢你，我感谢你，对，感谢你可以就是让我在戏里边加了一些剧本以外的。没什么，这个手表留下来就行，其他的啊，这个不值钱啊，这不值钱啊，是吧，这不值钱，行啊，大金表嘛。哦，是我们的道具，我天哪，不是，我不是道具，是我自己的。你这边怎么回事？是我自己的。好的，话不多说，我还是感谢 啊，感谢以后有就是没事常来。哎，我真的能没事能常来。哦，我这边就车到了，我赶快。你不是想重生吗？我这就如你所愿。第一次演喜剧，因为我之前也没有人找我演喜剧，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不是很好笑的样子，对，但其实我自己很喜欢，然后常常也会幻想自己演啊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要让人笑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本来也不是一个特别搞笑，我觉得就是来做自己，把平常的自己放进去，我觉得就 OK。我受不了，我受不了。绝。人在演戏里面，我觉得有时候让人笑比让人哭还困难，所以我其实很佩服他们，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尝试不同的东西。然后这次拍的是这个工厂嘛，其实下次也可以拍一些古装的也行啊，然后或者是那种职场的，我觉得也挺好玩的。像Niki 啊，李九哲啊，就是我的好朋友，我觉得他也很适合这个节目。我刚才拍很多桥段的时候，我都在想到如果是他的话应该也会很好笑很好玩，对啊，所以有机会的话可以想要跟他一起在这个节目玩玩，然后跟大家一起再有新的桥段新的剧本。你谁呀？你不是想人生重来一次吗？我就如你所愿，我是这个位面无所不能的系统。你想要什么？百亿订单，万事修为，还是三千佳丽？我想要一瓶茅台。这一世我一定要当上生产一组的组长。你要给他幸福，你就得不断的往上爬，你得去趟香港啊！这辈子我要让你成为车间主任的女人。哎呀，我长话小方嘛。哥啊，你可千万别跟他急眼啊！系统，我需要你的帮助。你现在看不出来，我对帮你已经没兴趣了吗？啊。
你将在我这里得到数不尽的资源。你瞅啥？我问你瞅啥？你要躲哦，躲到萨莫斯号。小芳，我没有病，我全身上下都没有病。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你这种讲话就是给人家感觉就装出来的。没有装，我来就是香港人，我没有装。我想问，我前面是定格的。对，只有在他出现，他带我会说话，带我会说话。先把宋木子胖回200斤，然后呢，我跟他先做一个情侣，然后我们一起减肥以后，我瘦了，就不要宋木子了，帮他换成唐禹哲。肯定是把我甩跟唐禹哲在一起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之常情，我觉得总会找到一个就是比较欣赏我的这种不一样的点的人。连他们都笑，连他们，你们倒是给系统一个结束的气氛。谢谢啊，连他们都笑出了结结的声音。我希望就是唐禹哲的角色，下次他要再来的话，不要搞了，还是搞得有点太帅了，我会跳戏，你知道吧？有点跳戏。下一次我觉得让他演一个仙人掌，或者演一个那种。什么小动物什么的，就是说有一些反转。哎呀，仙人掌呢，我只能演沙子了。对，谐音一下，我演被扎的那个人。就不要宋木子了，帮他换成唐禹哲。二舅，给你介绍个靠谱的对象。你能介绍啥靠谱对象啊？两个人的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吗？你们俩先加个微信，等解药一出来变成人形了以后，马上就可以结婚了。要不你来我的社团，我带你揭露人性的扭曲。哦，你也是社长吗？哈哈镜社，你看扭不扭曲？在大学期间啊，有啊，比如说一些什么手工社呀、插花社。还有一些舞蹈社什么的，肯定是因为自己喜欢，也不是因为女同学多。我想成了一个严肃社团，就在那个社团里面，谁也不许笑，不许搞喜剧，特别严肃的一个社团。如果我是社长的话，只能我笑，因为搞喜剧真的是太累了。重新认识一下，我是圣诞老人社的社长。因为我读的是上海同济大学，我在大学一年级刚入校的第一天就参加了一个演艺社团，叫星空演艺社。而我经历跟今天很像，我进去的第一天也是有面试，面试有一轮、二轮、三轮，最后他说恭喜你，你已经是我们星空演艺社演唱组的组长了，恭喜你，成功通过了我们社团的面试。哪里有面试啊？你们社团这么缺人吗？不。已经有两个人了，加上我也才三个嘛，加你两个，果然只有我一个人被骗了呀。刚面试完就已经是演唱组组长了，然后不到半学期我就是星空演艺社的团长，就我整整待了2年半的时间，然后社团那时候就已经有大概200-300号人了，可以说在上海来说，民间的学生自己自发的艺术团里面是最大的组织，其实还是很有成就感。人是其实他的本质性格是不会变的，如果再让我选一次的话，那天我可能会避开那个招生我的学长。刚刚合适，我以为我是适合去那个环球影城的，太合适了。然后婆婆，不没有那么菜。然后婆婆呢，真棒。咱们下一个就是人大爷正常放送的。喂，我知道，错的，我又来真的，好吧？啊，来真的。你给他5发给他撞上。好好好好。喂，喂。
哦，方姐。哎嘿，好久没见，跟我打个招呼。嗨。看看这是谁 ？Hello。这是他二舅。他二舅，他二舅都是马舅。然后还有二舅。我没给你加微信。再见了，朋友，拜拜。等等，你给我先来一个，我跟他。等等我。老板，欢迎朋友们好啊！乡里乡亲们好啊！像埋地雷了。他不是今天出的是，我是工兵，负责排雷。感觉太帅了。走了，再见，拜拜。拜拜，那么我继续去排雷了。同学，说说吧，为什么选择加入我们的社团？我没有选择，是你求我进来的。我求过吗？求你了，我不去啊！求你了，就看一眼，看一眼成吗？啊？那只是学长对于学弟的关爱。可是你都跪下了，学长，所以我们的社团是圣诞老人社。上大学太紧张了，都出现幻觉了。圣诞老人怎么能没有驯鹿呢？这是有没有驯鹿的问题吗？还差一点。什么？完美。嘿，小丑先生，对不起，打扰了。你看别人都说我是小丑啊。还想放弃当圣诞老人的梦？整整八年了，没有必要为了保护社团留级吧？就算留级，没有必要一直站着这个教室吧？留级八年有点过分了。这个教室让给我吧。好，天真。你看这个人，他丑不丑恶，扭不扭曲，自不自私，自私丑恶扭曲。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噔噔噔噔噔噔，那条街，哦耶！以前跟流行沾过边的小伙伴，一定听说过袁成杰老师。恭喜你啊，成功通过了我们社团的面试。哪里有面试啊？你们社团这么缺人吗？不，已经有两个人了，加上我也才三个嘛。加你两个。经历跟今天很像，我在大学一年级刚入校的第一天就参加了一个演艺社团，叫星空演艺社。我进去的第一天也是有面试，面试有一轮、二轮、三轮，最后他说恭喜你，你已经是我们星空演艺社演唱组的组长。不是什么，你们演唱组这么没人吗？就是刚面试完就已经是演唱组组长了，然后不到半学期我就是星空演艺社的团长。这个团长很快就想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下一任，赶紧把这个烫手山芋给我。我当时就觉得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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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肯定是入了一个坑了。就别骗过来了，纯慢才，对，纯慢才。袁老师特别好。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说清楚这次的这个喜剧风格是慢才，然后没有想到就是他自己能抓得特别准，他很快就get到这个点了。一开始我是很担心说，哎呀，这个嘉宾飞行嘉宾来演怪人会不会就是很难，但是他演得很好。他给我下跪的那一刻，他那一跪演得太好了，其余就没有什么印象。袁老师加东西的时候，首先他会跟我讨论嘛，所以说非常就是尊重，包括我还有何老师的这个工作环境，就是非常尊重我们的意见。他自己也有一些创作的一些点，然后呢，基本上都是动作和一些词汇的一些变化，然后在不破坏整体剧本大逻辑的情况下加特别好，而且甚至是很多点是加分的。就这一下，这一下大一点，然后对，给他，来。其实我创作素材的收集都是来源于生活和自己工作。我入行今年第20年，从幕前到幕后，从歌手、演员、跳舞的、拍戏的，甚至我还唱过戏啊，反正就是各种舞种。就是你在每一个工种去学习、去工作的时候，你都能够去感受到那个工种给你的一些信息点和教育。大学毕业之后，虽然我没有在读书了，但是我每一天的工作就是在学习读书。
亚洲首档纯 I 人恋爱综艺《再见 I 人》，六位纯 I 战士将会进行心动匹配，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哇，好大的房子呀！完全没有火花。女儿，快来呀！导演，我能不能线上参与啊？咱们这是录综艺，录综艺，你得来。对呀、啊，网综，我在网上参与怎么了？你得过来亲自来谈恋爱呀。对呀、啊，网恋嘛。哇哦，男一太帅了，我想找他当我的心动男嘉宾。那你倒是把望远镜放下呀，你当面跟他说呀。这不距离产生美。你这距离都快异地恋了，你这。哇哦，这潜望镜是几个意思、啊？对不起，导演，我喜欢暗恋。你给我从柜里 come out， 咱们直接玩暧昧小游戏，必须暗恋，必须咔咔给我接触，不管你传什么，必须嘴对嘴。哎，你叫跟我干啥去？徒弟。螺丝电马，不对，他们吵起来了，不行，我要去帮他。好消息是，我们的节目终于出现了三角恋。坏消息是，观众你压根儿你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哥哥们是演喜剧，你天生喜剧。这一趴很喜剧啊。那挺有压力的，喜剧需要你的表达的丰富一点，而且我们演的是这回演的是个 I 人，然后因为我们生活中都比较 E， 所以呢就是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这么演感觉我身上有味儿。哎，对。我味儿挺大的。干啥？你也太挨了吧。对对对，你给我抽了个棍儿。为什么？就这么挨吗？你别太挨了。对，圆儿，你在里边千万别吃。挨的。你就暗中观察。因为你可能长得是比较像笑一样的、所以说你在每次就是看到害怕中不同的表现，所以甚至可以多表现一点害怕，多表现一点害怕，然后多礼貌一点，学习一下。好，好。拿望远镜动，拿潜望镜动。不怕。平时生活当中就挺内敛的。这么想，我们一起玩。好，来。你是不是从来没当过这种害羞的人？他都觉得让别人开心，他不一样。你感觉说，我自己，不爽。你很爽啊，你不能说，我真相信了。演绎的一个我的反面性格，因为我不是根本不是一个害羞的人，这些机会让我非常害羞。好。我还是有点小小的不习惯，但我觉得是很棒的。那要是下次邀请你还来吗？当然，随时请教我。那当然是大锁哥呀，种地吧前期的时候他来我们家做客过一次，现在我们来找他了。你们什么时候去边儿？然后还是后头门，他不是狼人挺睁眼吗？那家他不是有反应吗？天女招飞，那光养鱼已经搂不住了，养点小龙虾。真来了，三鸡龙血。哎，对，带着关是吧？我给狼人来整一下子，这回来整一个。哦，不一样，现捞现做。他们向我们学习的还有很多。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我们先走吧，我们俩先走。我们有向哥哥们学习有很多，因为他们真的是在喜剧上非常厉害。我们之前就有看过他们的很多节目。哥哥们是演喜剧，你天生喜剧。
舞蹈喜剧，就是艺人生来的，是那样。深夜里经常独自流泪哭泣。我最近成熟了，知道胳膊怎么那么疼？又打了打了。然后你一叼，咔往那一抡，他一躲。对，我这边教起来。这边就是上来你就叼，你就走开。哎。喂，你去哪儿啊？锄地。锄。哎，是第二季吗？这看看，他宁肯去种地，他都不愿意谈恋爱。行行行，好好，这么玩是吧？他算自动退赛啊。这样，加上没来的女二，你闭嘴吧你。你们正好还有两对，对不对？咱们进行锄地大比拼。我是锄地大比，锄地大比拼，锄地大比拼。我说锄地大比拼。你怎么了？工作不开心吗？要不你回去休息一天吧，工资我照发。跳过实习期，直接当项目经理，月薪税后3万，男人满意你所看到的吗？你个小垃圾，就这种方案，我随便找个幼儿园门口找个新生做的比你强。这个方案，我最多给你20万了。可是刘总，咱合同一共才15万。你废什么话？那5万是够卖你垃圾一样的自尊心了啦。不行，我有点上头了。刘总，我的小笨蛋来了一次就受伤，我要你的公司陪葬。想怎样？不至于，没那么严重，就是假。别说话，小笨蛋，你先忍一忍，我不会让你受一点点的委屈。大笨蛋，我公司市值2亿美金，我给你51%的股份。这张照片还记得吗？这是我的高中。其实，从幼儿园小班到大四。我都是比你高一级的学长，我是你青梅竹马的老板。学长，原来是你。好难选呐，真是被老板包围了。我刚刚经历了末世，整个城市沦为炼狱，我提前囤积千万物资，立志要成为末世中的一方大。泡面、武器、罐头，还有足足10年的饮用水，还有这个经过合金反复加固的安全屋，我看这一世，谁能奈我何？妈，啊，我囤的物资呢？我把罐头给你剁馅儿包饺子了。泡面呢？哎呀，那个对了，身体不健康。你买了几十箱，我寄给你大姨了。香肠呢？香肠吃了高血压呀。昨天来了个幸运小队的，我跟他换了整整一箱保健品。我叫刘大锁，末日来临之前我囤积了千万物资，末日来临之后一个礼拜，我发现我只能活一个礼拜。看手机，眼睛都快粘上了。7点了，该起床了。妈呀，不是说要保持体力吗？是啊，所以没有5点叫你啊。你怎么又在这玩手机呀？大过年的，你陪亲戚说会话呀。20好几了，没个正经工作，四级不算，你能稳定吗？你还不着急？你都25了，虚岁明年38，外面丧尸都成双成对的，你说你自己一个人受得了吗？对讲机喊了半天，为什么不说话？妈不让我玩对讲机，我的高脚杯，高脚不，妈，咱别有这闲情雅致，咱快跑行不行？我再给你洗俩苹果，咱路上吃。阿姨，那边送鸡蛋来了。哎，妈，等等我呀。丧尸，小丧尸，
这里有份高薪的就业合同，一个月3500呢。你的热情啊，齐凤，哎，对，哎呀，还知道自己摁手印呗？这不是单纯的合同，这是未来啊，给你发展学习的机会。清澈愚蠢的大学生就是好骗啊！来，开个罐头试试。行，嘴脱臼了，这咬肌也不行啊。让他发电。来，加油！快点，加油！哎呀，标折了！哎呦，看看这手，呀，手也折了。脆皮大学生啊！哎呀！哎呀！什么情况？我明白了，这是他的女朋友丧尸，嫌他一天没回消息了。他这干嘛呢？我没有猜错的话，帮女朋友补高数呢吧？恋爱脑。以后的大龄青年相亲先得公演，整个小区的大妈坐在下边屁他，体态端庄才能进入下一轮。双一流硕士以下的全部卡出到位，直接做个综艺，就叫《龙争虎斗的小区剩男》。是用哪种僵尸好表现一些，因为编剧没给我写词儿，就让我演僵尸。我当时其实还挺高兴的，因为背词儿是有难度的嘛。僵尸你无所谓，你就只用啊，只用这样就行了。但是我发现啊，这个比说词儿还难受，因为它真的费嗓子。哇，这个好累，我昨天晚上演完我说不了话了。末日，他们搞一块肉。哎，你说事儿啊，我一边吃一边问。不重要。打了打打。从你屁股上拿下来的，从你屁股上拿下来的。咱这丧尸也不知道疼。哥们，我感觉你比我俩更远呢，挺有礼貌啊。我俩是相变异的。拿出我书了，拿去，拿去，两个傻子读书，你知道吗？